我认输了。INEVONE，谢啊，等我一下，有点忙，吓我一跳。 怎么没有人？好孤单的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充满了力量了。来啊，打蛋哥，去死吧！哦，欸、不是他，蛋哥在开泰坦啦、啊。Thank you. I owe you one. 他打不到，他各种打不到。Nice. 哎呀，我错了，大哥，好好商量啊。 啊！我出现了，闪蛋哥在那个门口。后面有人，去死吧你！闪蛋哥多会闪，我看你多会闪。来，我帮你 poke。 看好啊，是我吧？爆了，闪蛋哥爆了。我在哪？全部人针对他。好的，打赢他我们就赢。看我。 哎，超强啊！超级被动。我那个祭司哥球，我也是有个好笑。干！好啊，你妈的！我这边有两台泰坦，敌人泰坦超多的。干！我泰坦下来直接就爆了。<笑>我决定装一只，我没骗你。<笑>我看到那个闪蛋哥，他往那个。 靠！哎、欸，他换枪了！怒换枪！枪换掉了！看，那个烟雾是怎样啊？我的腰杆！爆！回来，气死！后面刚刚有一个，我在帮你打。 我以为是，没有，我在帮你打，你后面刚刚真有一个，而且是闪蛋哥，你是在帮他取绰号。闪哥，闪蛋哥，他值得这个名字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靠背啊！ 闪蛋哥，不要走！哎，抓不到他，真的抓不到他，而且他狂放烟雾，整个是憋屈。超级烟雾哥，泰坦也来了，冲啊！原来是古拉，我看到有人在天空飞。哦 我打到一个人，直接把时间挤在我身上。哥，哇！被飞到地图外，算逃离战场。把你！赢了！干！我到底在干嘛？<笑>就一阵德山官围殴他，围殴他。 哎，谁卡住我了？不用跑，不要跑！干他核爆！哦，好，加在，闪掉了。这是坦克爆满，一个杀不到啊！攻啊，拦截！ 差到两只，哎呀，拦截啊！超硬哎、欸！好了，跑了。嘎，就差他妈两枪。<笑>我刚丢了个核弹，炸到两只，超好笑。打你脚脚。<笑>看你。<笑> 干妈超级没事做，这场有啊，古拉你比他强嘞，你13嘞。
找啊，因为他这张地图很大，他散弹打不太到人，嗯、所以他刚刚到后期换步枪了。红、嗯，干，气死了啊！被打成智障啊！嗯，难道不用步枪就不能赢吗？乱打吧，没差。至少你不是拿散弹才能赢哦。也是啦。对啊。觉得安慰。对面那一个。就这么麻烦，仙女散花，要拿散弹枪打25个幽灵战士，有时候幽灵战士都不知道在哪里。有人说沙根累了，啊，干我快气死，我刚刚追他追到干快崩溃。我有看到，我们两个一起追他，打不死他，而且他不见。那是第二次，我第一次已经追他追好久，追到我他妈最后还被他反杀，干他妈的，气到不行。那40等，哇，在四等阿宅牌就要拿到了。嗯。QK 表示兴奋，摧残之地，用巨枪玩超爽的。居民说：“刚去 WC 怎么了？结束了吗？”妈的，我要把半自动步枪连啊，怎么那么难用啊？你是说那个一发一发那种吗 ？G2 什么 A2？ 哦，那个我觉得，应该是我还没用过，用冲锋枪类的。哦，伤害有够低耶。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步枪点两三下，也就杀人啦。啊，没理由半自动步枪还要这样吧？嗯，也许他会出什么近战关卡之类的吧？也许。终极哭泣。但我觉得他的枪真的蛮多的，以他的种类来讲。选择多样化。冲啊！冲啊！不要挡！喂，超级卡条，超级卡条，超级卡条！一群胖子在护子，真的。好了啦，超级。而且为什么卤蛋这边看女生啊？啊？为什么在这么近？那已经变成一种习惯，跑一跑就按 Q， 不含任何原因。干完了完了，干你娘！我又遇到白痴啊！哇，又是散弹枪，两个人呢、啊，从左边来了。专、啊、业救援，干完了，有他的道理。来吧，让我们痛快一战，来战胜一切吧。隐身，嘿，人呢？干散弹枪，你要散弹枪的声音。好了。关到那个散弹枪，我杀掉散弹哥了，很开心。哦，原来是你杀掉了。我看到他往你那边跑，我没有人。哎、欸，那个最上面附近有人，上面，他在上面，丢他一个巴拉，没炸到。他不见，跑上去了。哦，他挂是吧？被你解决了。哎、欸，我爆头为什么我先走？爆头剪尾哥，至少我拿到 AP。居然有人躲在草丛，他以为他是盖伦。我盖伦完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Titan 降临，我 Titan 叫一叫，不知道他跑去哪了。没看到任何东西，有时候我也会这样。看到这边一台 Titan， 他等叫其他一台 Titan 身上，干，臭烟幕。四个人认为我他，可以拿这么大一把枪跟我经过。啊，散弹哥啊，哎、欸、干！对啊，你以为这样到处绕得过我吗？跟，我卡住，我卡住啊！哦，他们都躲在家里啊！
看收枪，喂他死了。靠，他们全部躲在家里，到底是啥？敲回去。有人哦。Oh fuck! Shit! 哦，又骑到一台。妈的，泰坦来了！一起去干掉他们的泰坦！妈的，看后面有一只，我泰坦就去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巷子也太窄了吧！我杀出去了。居然打到一个不知道人在哪的状态。哎、欸，你们是没有人在帮我了，是不是？干！救命啊！我还知道我可以帮。哦，穿夜杀。榴弹好稳。Jimmy， 你打太久了。奋战一段时间，被锁定了，还是王八蛋在锁定我？啊！我又射了，卤蛋狗贪射中。冲啊！我看到那个散弹哥，散弹哥开着那个，我骑到散弹哥了。啊！快射在我脸上，就可以射在散弹哥身上。哦，我看到闪弹哥啊！干，闪弹哥把他跳下来都把我打死了。闪弹哥进泰坦了，他刚跳下来把他死了，死又进泰坦了，超猛！闪你阿妈！闪弹哥的泰坦爆了，然后他被射出去了，闪弹哥又跳回来了，太神啦！闪弹哥要挂 ，fuck！ 哦，我杀掉了，又再一次了，闪弹哥死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我的。那个麻辣竟然砸到他里，这场有点乱哦，乱七八糟，对，有点乱哦。OK， 中午的，干被补刀，闪弹哥又拿闪弹枪打死我，他闪弹枪怎么那么准啊？我看那画面，他随便打都打到我。威力强啊，不用特别瞄准打得到。我看到麦克三位，太灵活了吧！他准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。干啥又被电死，真的很靠谱。他那个烟雾就防止人家跳到身上的。对啊，那烟雾好超好用的。干，我怎么没有那个？那要几级？应该有吧，蛮高蛮低阶的时候就会有了。哦，我看到六三被射出去了。没错。先放上你一发。我觉得还可以看得到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赢了，呀。哦，白痴啊！他的烟雾太烦了吧。哦，干是核爆。我的跟着被炸掉。乱射一波流。乱射一波，我看到了超级乱射，有没有中人啊？你在拿什么东西乱射？超好笑的！果然后面，果然后面，那个是那个是 NPC 吗？被你害到，哎、欸，二楼。超级守株待兔。老皮抽卡，他故意到我旁边核爆这个 bitch。等一下，他这么孬、喔，等一下，人呢？好、哦，在这里。哇，最后一秒他上去了。跑了，是鬼啊、喔，这个人。超搞笑。嗯，啊，超低分，先去尿个尿。可是你装的电子云根本就。电子烟雾啦，你就不能防御了、啊。嗯，他都没在防御的。可是防御，我觉得，哎呦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反正他天生血是67万。
如果队友配合的好，防御还好，我觉得。也对，就是围殴就好了，然后盾削就回血。我要来装一下，一招不行。我今天看一个影片，超帅，就他骑泰坦，然后对面被跳，就被跳，然后就跳出来两段跳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跳到自己泰坦的背后，一脚踹死他，然后再上泰坦，超扯的。真的假的？你说他两段跳之后把自己的泰坦的上面那个人踹死，再跳对，然后再跳，然后再进去泰坦里面，妈的什么鬼技术？有时候我觉得他那个判定很奇怪，就是。你可能你的位置不是要抓泰坦，可是你跳一跳，你却抓了一个泰坦，就是还蛮奇怪的。电弧机炮，哎呦，好像很酷、啊。玩天女散花，电弧机炮感觉就没办法打小兵啊。换个你们传说中的那个什么电浆死鬼炮，是不是？充电之后往直接发射，泰坦的老皮已经睡着了，睡着了，超级累，已经在流口水。老皮已经用潜意识在往，对啊，潜意识战法。其实我刚才是雇用另外一个人帮我打、啊，干大大有这里有人代打、啊，另外一个人格锁账号喽。How to start？ 有人问 How to start？ 太惨，有新手太爽啦！你刚刚说 push enter， auto F 4。我看四点半了，打完这场我也睡觉好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老皮今天不用上班吗？不用啊，我们就是没有什么事情。三哥跳嘞，太爽啦！再也不用担心了，再不用担心背后了，太爽了。对啊，太爽，可以把前面直接射爆，爽爆！他可能累了吧？不然他是发现自己被针对很生气，而且大家看到他穷追不舍，真的活命怨灵哦。死的却是我，还是被打到头。怎么那么快？就有时候开枪很奇怪，明明就是我先开，我却死。因为拼啊！我看过同时踢，然后我被踢死。但后面有人，觉得他跳到他屁股后面。我靠！放屁啦！他剩一趴哎。哪那么快啦？散弹哥死了，我们却没有办法碾过去。表示我们之中一个人有问题，应该是我的枪有问题。我失手，失手。哎、欸，后面老皮，哎、欸，哪里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跑到前面去。在哪里啊？奇怪了，打不到呢、欸。太他妈多了吧！嘿，哦，我好像那些人他妈都跟小兵混在一起，真的，小兵流，要蛋蛋流出来，小兵流打不到人，超级 sniper。看我散弹枪打在脸上两枪都没死、欸。这一看就是那个pin的问题，压死你！哎、欸、！Oh fuck！ 我转人不见了。
嘞。这个地方开泰坦其实很有点卡弱势。人嘞，走。后面那个里面。死鬼枪要怎么充电？按住。按住，可是他没有充电的意思。啊！我终于找到我这个步枪好的地方了。骑牛的时候还蛮强的。骑牛。骑牛。骑泰坦的时候还蛮强。牛塞很。揍你！在我后面有人在打我，后面有人在打我，救我救我！啊！气死了，没有射不到人。打爆了，爆了。有一个超级被 carry， 这把其实超难用的。哎，不要跑！哎，不要跑！杀！超会杀！敢死队员三连款留在。我血剩一滴了，我要找个人去射他的脸。我知道。打他！别人猜猜小兵赚分数。啊干，没有队友，操完了。啊！路上冤魂。他是都爆了。他是清醒的泰坦，太好啦！被踩死。不要跑。好的啦，超弹射。一样抓脚，然后直接，嗨，嗨，我上面有一个，难怪。哦，有。可是我没看到他。嗨，瞬间转头。太好啦！这里面有人吗？有一只幽灵战士，卡住了。好，来吧。嗨。哎，就没招到败。嗯，没上去。失败。啊干！我在打幽灵战士，他躲在那个屋顶上面偷射的，最爱武器。救命！啊！我被那个一等的杀掉了。其实可以耶，就是往后跳，然后踢死别人。往后跳踢死别人。哦，你说泰坦那边吗？对啊，其实再一次二段跳就刚好了。有一个人，这边有一个人，他是我的。嘿，哎，水中漫步。这个也是我的，太棒了。对方吸爆，弹珠嘣！死了、啊，我自己也被炸死。这里点在哪里？太远了，超高的。打那个船，太远了，打不到。我这超榴弹攻击。差一点点，很可惜。看，看，没爆，气。我刚离太远，如果离近一点的话就可以了。算了，干我最后一名，好啊。再玩一场。那不行，我不玩了，太废了。对，拜拜。哎，想马上要上班，干超男生的，你们居然那么高级，也还蛮男生的。其实还蛮难打的，那个升两三轮的，到底怎么打的？对呀、啊，也太窄了吧！
真的这么猛吗？唉，睡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挂了挂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最后一场啦，打完我要睡。一七喝胜，感觉老皮是用生命在拼，生命拼搏，生命拼搏。我用这个什么主？哦，是两个是什么 ？One high kill， 战术技能。他说 ，Yeah！ 啊，他说什么 ？Nobody eyes that many circles on bug。什么是 bug？ 或许是吃汉堡。等一下去买汉堡吃。听说店那个八号物流的，好像到四星期五才收到。啊？什么？还有实体包，对不对？哦，他是说没人在吃汉堡的时候放那么多酱汁啊，刚刚是这样讲。真小了，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他讲的。Nobody， 嗯 ，Body， 嗯。他为什么突然讲这个？可能太险了。阿豆仔不都会这样？跟他玩这个什么事啊？就想要喊，精神喊话个什么？我觉得汉堡应该是要放少一点的酱啊，多一点的酱子。我上人。哦妈的！那个谁 ，Jimmy， 你后面 ，Jimmy。没有啊。你后面一个，你后面一个，真的一个。你错身而过，那大概是你这辈子的遗憾了吧？不会啊，因为害死你了，蛮开心的。在那边闹。啊！干！那小偷袭。看到一个很高兴的跑过来，觉得是 BOSS。呵呵，真的常会这样。他妈被一脚踢死！炸到他！爽。嗯。哇！哇！结果，那个老皮后面，老皮，哎！怎么了？死啊？看，为什么？干那种低频的，真的都有优势。强烈谴责拼很低的人。这种长得都这么像玩家，气死我！是不打，打算是有成绩的，只是不会是电脑的。因为电脑都超像玩家，到底为什么可以把动作这么像太那个玩家？就是做得好好的，每次都看起来，哇干，然后就是玩是电脑。看我后面有人，哎。他自动的还这么强哦，直接转头把我打死，吓我一跳。没打死他。